头就不舒服啊，头就不舒服啊，有个非典，咣，闪一闪就下来，然后绕在我的后面啊，然后再往下啊，就像个螺旋形的啊，我是螺旋的轴心，它就绕到我那个肺啊，绕到我肺的时候，让我产生那个。相对应的嘛，它往下，然后是螺旋形，就像是我这被升高了啊，我被升高了，我被抬上去了，我被抬上去了，相对应的呢，看着我被抬上去了，就像如来棒一样的，我被抬上去了啊，也就是说，一个非典啊，一个非典围着这个棒棒在转的时候，就自己感觉好像自己在被抬上去的感觉。啊，相对非典就在没动，啊，在一个位置没动，它被抬起来了，被抬起来了，啊，被抬起来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，头痛的感觉，啊，头痛感，它被抬起来了，相对应的来说的话，人被抬起来，啊，实际上是非典，绕着人，非典绕着人在旋转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知道了啊，我再见。